这我第二遍看 EP 歌。哦。啊，你这用几高？八高。八高哦。系啊，他就高土司呢。哎，当乘啊十六高呢？哦。伊拢用啊十六高呢？这样吧。哎呀。我这边就麻烦了，这边钓两只、三只，几率嘛足强吼，嘛足悬的吼。看鱼啊，还看有鱼啊，去无去安尼吼。我今仔第二遍看的鱼皮膏。这我头一遍来的。你第一遍来哦。我伫住伫台北，我是咧过年转来会讲，啊看网络写讲只狗啊大狗，我来试看嘛。哦，沉底的啊。嗯，沉底的。啊，这水若无浅，若无深，这只狗仔就等于全沉的去啊。对啊，我哩，你叫的距离拢变较悬。这是狗仔啦。应该狗仔的款啦。哇，这只啊大只！哇，这只真正大只，靠有力！哇，你钓上去而已，哎，钓到！哇，这位刀啊，这大尾的，爱钓鱼啊，不爱食鱼啊，不爱杀鱼啊嘞！鱼啊是爱食啊，但是变大台。哦，变大台哦。啊，不方便啦，啊，不是。我若北部，我嘛是会钓，加减会钓，啊，但是。哦，直接不方便啦。哇，杀完啦！哎，鹅啊吼，应该是鹅啊啦，呀鹅啊，呀，啊拄着沙变乌鱼，变乌鱼对。哈哈。鱼泡，安尼地袂用讲啊，呀，安尼无讲久啊吼。哦，你的浮灯是安尼哦，呀，家己做浮灯，啊，嘛用鸡煮啊嘞吼，我钓金鸡啊，金鸡伊都浮链，这个浮力都有法个，哦，我钓关鸡安尼尔，系啊，啊，你这嘛厨师哦，厨师加香香粉嘞。我讲钓一个电动，呀，包便当，电动工叫包便当，啊，因鞋吼，鞋这种个迄落呢，藏料呢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拢会使。杀无啦，乌啊吼！我这边乌啊袂洗买呢。抓头！哇，这边，吼吼，这边青头乌大只呢。啊，拢来，拢一两高啊。食一个。拢食一两高啊。抓头。哦，拢只爱三高尔吼。三高得啊，我只买一两高。你想钓龙，钓龙的哦。嘿。这钓龙的吼。嘿。用钓龙的做重量。对。要。啊，唔免用盐制啦吼。唔免。啊，你这买钓沙波捞吼。唔得钓。唔钓沙波捞。你要一波，你要沙波捞，爱一波先两点五下来钓了。出去头啊，顺下来钓，出去头靠沙波捞。
我看过我，啊，我这人尔咧，我住在这尔咧。是啊。我逐天嘛来看人钓鱼啊。米罗港哦。哦，南寮有啊，有啦有啊，啊南寮头前遐尔啊，有啊捌啊。哦，这边大尾哦，豆啊嘞，哎，豆啊，唔是乌啊嘞，哇，你钓的豆拢巴多出大粒嘞，拢有卵个，哦，哎，伊个等你钓以后，伊个啊，哈哈，这只豆啊，较大尾，呀，真大只。哇，这只会游哦，这只真会游的哦，这只大只吼，会两只的袂啊，游较大个啊。哇嘿嘿，哇，我惊嘞。伊当吐丝那个钓啊嘞，你钓钓距离足悬哦。嘿啊，你距离足悬嘞，我看你伫钓嘞。哟，我即尾钓嘛，哪有两啊？我出大尾嘞。又中了，拢袂食两斗嘞吼，对啊，啊你若放个一直食，食几若斗安尼吗？我唔知嘞，哦。钓了吗？哎，又真大个呢！走伊哦！哎呀，刀啊！刀了！我见你刀啊，都肥了。呀，细只阿肥啦！大细只拢足肥啊，拢有卵个，你啊遐细只个有卵啊。金科老弟啊，你看遐人，遐汤啊会好，一直刷落来。我看海尾桥遐个尾无水啊。啊，遐敢有人在钓鱼啊？遐一两个。一两个，遐人在钓几排迄种。
拢洗过。我咧浮筒沉无落，甲你救啊！豆啊，豆啊，无啥会拖落。安尼哦。讲七点外就无位啊。啊，较济有路咧。从阮朋友来讲，钓三尾就紧走啊。安怎讲个？按透早七点钓到十一点，钓三尾呢。钓三尾啥个？豆啊。钓三尾豆啊。无啊，是人伤济啊。哦，人伤济，无得。讲七点外来呢，就几片。是哦。啊，大家想困未哦？在加呢？就是有在加。哦，这细尾仔看拢有刀呢。看这只安怎只啊？爱谁那只啊？这走袂去的这只。你再看。啊，八棍啊狗。不是，伊狗仔三 Q 做伙。哦。啊，加一点。哎呦！我操！同我什么几个只哦？接下来去了，对啊，都去了，接下来沉下来，对啊，都去了，还去起来，还是怎样呢？吃不掉，对啊，好小米子啊，哦，哎呀，真正吃了就沉下去，袂去啦，哦，还放吃个放，吃个放鱼款咯，对啊，哦，搁咧搞。钓无，伊嘛钓过来买起来。哎呀，一钓安尼拢绑落去，所以你要大只的，比较滑的，又比较好杀啦。哦。小只不好杀。啊，佫好煎安尼啊。哇，好吃啊！你看，沉下去了，搁起了。安尼是表示啥来只？刀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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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无？哎，有啊。啊，桶啊嘞！桶啊！啊，桶啊！不是刀啊！是刀啊嘞！哦，刚桶啊，这小小，吃法跟那个刀啊差不多。是啊。哎呀！哎，大家本来可以挖。哎呀，结果放大家可能变火锅。这个是有的啊。